没关系。来来来，苏联狗狗，等一下要跟外贤还有那个奈儿玩，能用模拟器玩吗？不行，拉皮已经连三十一个月去订。小芳现在准备开始玩恐怖游戏的新手了。好啦，都这个样子。台主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QOQ 九 HAPPY。先忙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介绍好玩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都没空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真的是有下载游戏吗？哼 还没开始啊，等一下10点啦，10点再介绍游戏。嗯。肯定是有，真假？好，那我们一起玩。你有空？OK。蛇爷用2个惊叹号，一定是没有。蛇爷。还是在等姥姥呀，怕姥姥出岛是不是啊？姥姥下来了，走吧。这猫还咪。发了点信心。昨天因为河面结冰，这网没收，可把网友的心给操碎了。今天冰化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今天不光天气好，空气也好。我已经看到鱼在里面游了，这一网啊，不得那了。只不支援了。不用担心时间久了鱼会跑，几乎所有的网的设计都是只能进不能出。还有网友叫我一次多下几只网，咱得学会细水长流，得给他们繁光殖色情空看间，这个会掉人数不能太的。贪心。阿宝，你们要看你什过来么？试试吃铁柱，我牛老二一下子给你顶住肉泥，我闪，哎，还敢跟过来是吧？哎是不呦！是身上痒痒了啊？给你台阶下不知道好歹是吧？我再闪，哎，鸡翅不抵顶是吧？哎是不是着顶？我就不信你今天吃不到牛排，哎呦我的妈！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吃铁柱，你再上线试试。有人。水侠也来了，快他妈溜吧！哎，你媳妇来我就怕了，我照样顶你。哎呦，有人！你媳妇。这个老人在钓鱼时碰到了几个打劫的小混混，经历一生大风大浪的我他什并么不时紧张，候说他不你紧可不以慢的打收起开鱼这个竿，页掏出面？钥匙说：“我工只有商一辆赚客多钱，了，先想帮把你订阅取钱，钱还先给帮我你取了得是八不千是？”哪知道老人的狗狗护主心切，对着几个混混狂吠。可下一秒，不知道我没有打，这小混混这是嚣张抖音的和平狗狗台啊！走了，但他们不知道他已经触犯了老人的底线。老人急忙抱着狗狗赶回家，但他早已没了呼吸。老人一下瘫软在地，狗狗是老伴送他的生日礼物，陪了他整整14。家里猫咪生了一窝小崽。当我生病时，这个男人让狗狗饿了10天，原因是让他去和木屋里的老虎决斗，而狗狗还没进去3秒，屋里就发出了阵阵惨叫。阵阵惨叫。CS 列队中骗下人数，不要。好啦，没有关系啦，你们可以支援就支援啦，不能支援的话也是干瞎。母狗，母狗现在也送了5份订阅。母狗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好？母狗狗听起来好多了。还进去节没被折到现在，好啦，不要再折了。你们下载最好玩游戏是不是？OK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哦。比心，比心。不是免费仔，不会啦，送了5个订阅。阿搞圣诞快乐等等挂台机玩 QOQ9 CATQOQ9 GWA。阿庆还有半小时，桌面那个怠惰公主打开来玩你半小时破关，明天弄10台手机来机玩。小红彩游戏你的100小时钱，没关系，不用讲一些干。
不鸡玩就不鸡玩，不用在这边，不用在这边什么，没有关系，讲一些。